致的应允2019，祝福的现场，再次重回主人牧师与我们同在的那感人的瞬间。每月的最后一个周五彻夜礼拜的二部时间，教育者会长肉真牧师引导的恩赐聚会，无论是去往世界任何的地方，都通过全能的手法祷告，彰显全能的肉真牧师的祷告。从1月25号周五二部开始进行第一次的恩高聚会，医治的恩赐并蒙阴云的时间，愿通过恩赐聚会，信徒们都能够度过阴云蒙祝福的时间。